好啊，既然你这般想要，那就我送你吧。等我老了，我也瞎说。打开看看。自然是这次温泉季的彩头啦。小师妹好好找，别输给我了。这次呢，老头在某个池旁藏了个东西，据说是个挺稀奇的宝贝，若是寻着了，不仅宝贝归你，老头还说能答应条件呢。早些准备吧，小师妹，一定要亲自找到哦。小师妹，在找我吗？很想要啊。好啊，既然你这般想要，那就我送你吧。睁眼看看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下面黑暗一片，只有它带来光，不是海底月是什么？嗯，我把月亮摘下来藏在池底，即使被你摘了，那你便要对我负责。不会有别人得了去的，年年的彩头都有人守，今年是我守，便万万没有被别人得了去的理由。
你以为你只是入泉水，摘了这夜明珠？别人别想靠近半分，而你能轻易入的，不是这温泉水，是我的心。而我的心都守不好，配拆去这夜明珠又算什么？小师妹，你说，是吧？